三名泰国缉毒犯将410公斤的可卡因包装成中国茶，企图掩人耳目，打算将毒品走私进玻璃市，不过却在马泰边境海域遭击打及玻璃市的海事执法官员识破，不过三人顺利逃到泰国。Apabila dia buang, and then boat tersebut pun dah nak menuju masuk ke sempadan, jadi boat kilat kita terpaksa discontinue untuk mengejar kerana kita akan memasuki perairan Thailand. 执法人员之后发现，三名毒贩把8个装满毒品的黑色袋子丢进海里，毒品总值高达2900万令吉。当局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展开调查。另外，雪兰莪方面则是成功逮捕一名23岁的嫌犯，他涉嫌把2.65公斤重、价值达到520万令吉的可卡因藏在汽车的避震器里，再走私出国。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 条文调查此案。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副总监拿督卡马鲁扎曼也在记者会上透露，截至5月17号为止，警方一共充公了超过2000公斤的毒品。这些毒品的市价高达8700万令吉，警方也逮捕了61175名的毒贩归案，当中有27248人在验尿测验中对毒品呈阳性反应。NTV7综合报道。